working girl, that working girl, and girl, girl, and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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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work, girl, girl, like.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Welcome one to Jay!言自过耳朵，感谢黄轩贵族红葡萄酒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哎，你是干嘛的？你是谁啊？你干什么在那儿？那么小不学好，学别人山寨是吧？你叫什么？张家浩。你不叫王自健是吧？说明你还有的救。是，往那边走，下去。这是我的地儿，你把我词儿都说了，知道吧？走走走走。真是，这就是人家广告商的词，怎么能那么有气无力的说呢？对不对？来一遍正版的。新选之作源自波尔多，感谢黄轩贵族红葡萄酒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好，谢谢大家。哎呀，今天特别开心，跟大家又欢聚在了今晚八零后脱口秀。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其实跟前阵子我国发生的一个大事儿有关。我们国家的著名作家莫言先生呢，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得了这个奖之后呢，其实对我们身边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之前有很多根本就写不出来的小作家呢，一看到这个莫言得奖了之后呢，就开始纷纷的山寨起了莫言的作品。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畅销书，比如说《高粱红》，还有《高粱为什么这么红》，然后《高粱怎么红》。你山寨个书名我也就算了，对吧？有一些这个作家呢，连自己的笔名都去抄袭莫言，比如说莫言的名字叫莫言，然后他就叫莫说，莫说莫道，莫谈莫约。还有一个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 Don't Say， 但是莫来莫去呢也没有叫莫愁的，因为无莫愁嘛。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山寨跟抄袭的这个事儿啊。说到抄袭呢，不得不提到一位我的故人啊，这位人兄呢也是文学界的，号称一个天才的少年作家，跟我也是颇有渊源。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就不明白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初中生、高中生会喜欢他呢？拿他当偶像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抄来的。于是我就深入地做了一个调查，不过调查的结果呢，还是颇为惊人的。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了。大家也试想一下，我们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这样吗？随便抄，没人管，是吧？这是初高中生的一个共同愿望。其实现在山寨文化在我国已经是非常的盛行了，山寨抄袭每天每个领域每个行业都在发生着。有人说中国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正义之士以及打着正义旗号来完成自己一些不可告人秘密的这种行为的人，在网上在做着打假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假斗士叫做方舟子，是吧？这个人非常的怎么说呢，你说他就用一个文言说比较讨厌吧，他总是说逮住谁有名了谁怎么怎么样，就开始挖人家的坟，人家以前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就开始挖挖挖。你知道我成名之后我是很在意这件事的，是吧？谁年轻时候不做几件不好的事呢？万一他出来把我那些挖出来，我不是很尴尬吗？我就想我可怎么办呢。于是呢，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就跟那个新浪微博的网管说，我说要不然把我那个微去掉吧。新浪微博的人嗤之以鼻啊，说哎呀，自健你就那么害怕方舟子吗？连微都不敢要了。我说你不知道，这年头只有不加微才能战胜方舟子。好，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山寨和抄袭的那些事情。 I'm glad you这种每天都是揪着头发写的，好笑不好笑？听说您去年春晚没有上成。
非常的难过。说话呀，供个熊猫，这是什么佛？阿弥陀佛，是斗战胜佛。我爱你。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由黄轩贵族红冠名播出。新选之作，黄轩贵族红 Imperial Gold。纯棉的，更透气，清清爽爽，淘淘好气歌，淘淘养棉卫生巾。你的3G 够卓越吗？网络覆盖更广，才够卓越。上网体验更稳，才够卓越。念念皆出色，才是卓越3G。卓越3G，唯有天意。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由黄轩贵族红冠名播出。I'm glad you。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到抄袭跟山寨呢，首当其冲的最严重的重灾区就是文学界，是吧？记得有这样一段时间，就是武侠盛行，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呢就是金庸先生，于是金庸先生就成为了莫言之前中国被山寨次数最多的一个作家。像莫言一样，金庸的名字也被很多人改了无数个版本，比较著名的一个呢叫做金庸新，就是新旧的新啊。比如说原来你看一个书《天龙八部》，底下写金庸著，是吧？那个人写一个比如九阴九阳金庸新著，明白吗？这个真的挺了不起的，这个名字。还有一些呢名字起的就不是那么有水平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全庸的，全庸两个字用那个篆体字一写，你看上也是金庸。然后金堂也是那个堂字用篆体字那么一篆，你看上去是也是平庸的庸。就这样，以至于呢我后来都无法分辨了。有一天看到一本书，我还说哎呀，金庸老师写诗了吗？那本书叫《全唐诗》，真的非常受不了。其实文学作品之间的这种抄袭啊，不能说是一种完全的抄袭，因为抄袭分成很多种，它可能内容完全无关，但是里面它的书名起的却让人觉得呢很类似。前阵子有一本叫《谁动了我的奶酪》，对吧？这个书出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书摊报刊亭那儿呜铺天盖地就奶酪一系列，谁动了他的奶酪，谁动了你的奶酪，谁动了我们的奶酪，谁动了他们的奶酪，谁动了你们的奶酪。这确实这样，就无数的这种。还有一部畅销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是吧？前阵子非常有名。然后这个书出了之后呢，就也有一系列山寨的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美国可以说不，英国可以说不，德国可以说不，法国可以说不，日本可以说不，韩国可以说不，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可以说不。结果这样的一个出版社出了这些书之后，你会发现它除了抄袭了中国没有说不之外，还抄袭了世界地图。他把世界地图拿过来往上一划了，他就全都冠上了书名，就一直在那块卖卖卖卖卖。除了这种文学界之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电视行业抄袭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曾经有一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是好节目就一定会被抄袭，这句话直到我们的节目也被人抄袭了，证明它是真理。哪个省我不说了，是一个广播电台，我们比如说礼拜天播，然后他就下周六跟我们一模一样，他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段子他抄下来，然后照着念一遍。你说这个有多过分吗？反正我个人非常的怎么说，羡慕。因为这个段子我得背，他是个广播节目，他可以念，非常让人受不了。而且他还不是什么都念，他只念段子，是吧？我就觉得我今天如果这个节目的制片人或者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要跟你说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可以连新选之作源自波尔多，感谢黄轩贵族红葡萄酒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你也抄走一起念出来的话，我也算你是条汉子，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有的时候脱口秀电视节目跟广播不一样，有的时候一个表演完了之后，他要通过一些手势啊、表情啊、动作去完成整个作品，他们广播就没办法了。有的时候他们也很着急啊，这可怎么办呢？在这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念完一个段子之后发现效果不好，你们就在后面加一个括弧，此处王自健帅帅的笑了一下，是吧？确实是这样。我个人是一个山寨产品的严重受害者，还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省，我也不提哪个省了，有一对相声演员，因为我的平时的相声演出都是免费在网上放视频的嘛，每个礼拜只要我放什么视频，他下个礼拜一定一模一样的就说这段视频里的所有字。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病了一次吗，就停演了一天，然后他们居然义正言辞的到微博上去骂我，跟我说王自健你这是不负责任，这个行为本身是什么咱们都不追究了啊。我就说我每周这个段子养育了他们，他们这样对我说话，这就是不孝啊。说到这个山寨与抄袭呢，其实任何一个火爆的形式都总免不了被人模仿。比如说众所周知，咱们国内在有一个卫视火爆了一档相亲节目，然后呢全国各地就都是这种相亲节目了，是吧？这种节目的主旨呢，就是准备一大堆特别漂亮的姑娘，然后男的呢一个一个的来，谁有钱谁帅谁富谁高，谁就可以领一个姑娘走。反正我认为这种形式现在玩的最好的呢，这个机构叫做长江商学院。抛开这些负面来讲，长江商学院确实目前是同类型的这种机构里面中国做的最大最好的，而且也是名气最大的，各方面的社会反响也是最大的。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构。紧随其后的呢是百合网和世纪佳缘。其实说到对于艺术作品的版权意识呢，很多人都会说美国人的意识会比较强，是吧？当然美国很少见到抄袭啊或者山寨的这种情况发生，但是美国人的霸权主义也很强。比如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美国人跟另外一个人在吵架，那个人就跟他们说，说你们美国人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啊，你们做一个什么功夫熊猫，功夫跟熊猫和你们美国人有关系吗？还做一个什么忍者神龟，忍者和你们美国人有关系吗？还有什么抢钱袋鼠，袋鼠跟你们美国人有关系吗？你们这么干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思密达？真是贼喊捉贼，是吧？让人非常的受不了。当然了，说实在的，美国确实在这个喜剧啊包括各方面戏剧领域为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贡献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作品。比如说前段时间《生活大爆炸》第六季终于开始连载了，我看到网上第一名的评论是，可算连载了，中国的编剧们都等疯了。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的喜剧编剧确实是完全没有喜剧天赋，但是他们对段子的辨别能力还可以，经常到处去抄段子，然后弄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一播，现在好像已经第三季了，是吧？就让人觉得真的是有点受不了。我写手团队的一个著名的写手叫做赖宝，他的段子就被那部剧抄了无数多次啊。哎呀，每次我跟他聊起来，他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这东西容易吗？被他们那么抄，被抄完了以后，他在网上做个维权，那部戏的粉丝还反过来过来骂他。你说这个天下没有比这个更不讲道理的事情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我的另外两个团队成员蛋蛋跟建国，他们也写段子，但是从来都没有被什么什么情景喜剧抄过。现在我已经让他们两个人反省去了。其实说到这个影视作品抄袭网络文学，抄袭网络段子，确实是现在影视整个行业都无法躲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呢，很多没有什么见识也没看过我们节目的人呢，会在网上说这么一番话，说中国就没有脱口秀节目，中国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是笑话节目，中国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是网络笑话节目，都是很无耻的从网上抄段子，然后甚至照搬网上段子，甚至照着念网上段子。面对这样人的这种指责，我必须义正言辞地跟他说上一句，你这个人是不是只看过一种脱口秀啊？
得版权意识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是揪着头发写的，怎么揪着头发写？写完一个段子，自己无法分辨好笑不好笑，就开始揪头发，好笑不好笑，好笑。版权意识真的非常重要，像我们这些搞原创艺术的人，搞原创创作的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是脱口秀也好，写书也好，获得了一部分生活上的回报。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开奔驰的人了，是吧？哎，这个呢，在北京的大街上经常开着我的奔驰。你知道奔驰最让人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里面的音响是 BOSS 的，那个音质浑厚啊，真的非常好。我个人呢，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听这个欧美古典音乐的一个人。有一次我就在大街上，然后放了一张欧美古典音乐的盘，把窗户摇下来，音量开到最大，哇，在那儿开车，在北京的环路上。我也希望古典音乐能够熏陶到其他地方的人嘛，对吧？古典音乐他那个弦乐的声音，那就大概这种吧。然后我正开着呢，突然旁边有一辆就是夏利啊，也不是什么车，开过来也开着窗户，然后里面就是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那么大概这种声音就传出来了啊。当他跟我 side by side 的时候，就肩并两辆车肩并肩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听不到弦乐的声音了，全都是他那个车的声音。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非常不好，我说大哥，你那个车什么音响，怎么声这么大？那个大哥回头冲我微微一笑，何止音响不错，还是双卡双待的呢。这就是我国的另外一个特色产品，叫做山寨手机。我这种东西真的非常了不起，那个声音大的简直就是震耳欲聋啊。原来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会被亲友骂，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因为电话音量太小了，我们听不到。但自从有了山寨手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坐在地铁里面，是吧？揣一个山寨手机，里面放上一个什么《爱情买卖》或者《最炫民族风》这样的歌曲，一来电话，咚次大次，咚次大次，所有人一起掏包啊，连地铁司机都要低头看一下。可想而知，山寨手机的音量以及信号是多么的强大，是吧？而且呢，我劝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像 iPhone 啊、三星 HTC 这些那么贵的手机不一定好，有一个山寨手机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我原来做电视幕后嘛，就经常加班，加班到很晚很晚。有一天是大概凌晨四点快五点钟我才回家，然后我家那里呢巷子很黑，一进去就碰到劫道的了，把钱拿出来江湖救急。哇，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就假装掏钱的同时把手机拿出来一摁，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哇，这个音乐动次大次就开始了。早上五点钟，当这个音乐一响的时候，周围的大妈大爷们就都下来锻炼身体了。其实呢，当初在山寨手机百花齐放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春天来了。我们又见到了不同款式的手机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有的手机是个打火机，是吧？啊，这个手机那个坐飞机不让带，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功能你会觉得非常好。但是随着一个非常邪恶的企业叫做苹果，它的横空出世又把所有人的手机变成了一个样子了，一个大屏幕，一个按键，然后操作的方法都一样，用手在上面摁，甚至解锁的方法都一样，就是摁一下亮了之后拿手一滑，是吧？大概现在80%以上的手机都是这么操作的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比如说我这样开锁已经开习惯了，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吵架，你知道女人吵架就是不理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想跟她说话她不说话，然后我就在她嘴那儿滑。他根本还是不说话，发现解锁不了。他缓着，那我在他脸上戳了几下，一划，然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你戳我干嘛呀？”我笑眯眯地说：“一般情况下划不开，就说明有密码。”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苹果手机对星球的贡献以及毁灭是同等重量级的，是吧？导致了现在所有品牌的手机都去学它，包括著名的一个品牌叫做三星。三星抄苹果这个事情，美国法院已经定案了，是吧？赔15亿美金，三星是大败而归啊！我觉得韩国人这次做的呢不好，怎么这么说呢？就是
在苹果告他的时候，他只需要在报纸上一宣扬说乔布斯是韩国人，你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山寨商品的话题，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山寨商品，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也是特意思考了一下，并且想把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带给大家来看一看。众所周知，榴莲公司一直以来是致力于开发全球最尖端数码产品的公司。那么我们最新发布的榴莲13S 手机更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手机，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智能手机，而是一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手机。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么的神奇。很多的纯爷们儿都在为自己的胡须疯长而感到困扰，只要有了我们的榴莲 13S， 不管你是压马路、上班途中还是出去旅行，都能够让你随时随地保持清洁，做一个真正的清爽猛男。时刻散发迷人魅力，一切就是这么神奇。在当今这个时代呢，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上了皮肤疾病，脚气就是其中最麻烦的一种，所以有脚气到处受气，我们的榴莲 13S 也为这群深受脚气困扰的人研发了全新的神奇的功能。独特的磨砂外壳设计具有杀菌消炎的功能，与此同时还能去除足部的死皮，无论你是否是一个脚气的病患，它都能够还你一双性感的美足，一切就是这么神奇。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当你在公司加班的时候不能够为自己烹饪美食，当你出门远游的时候却找不到餐馆，这样的焦虑跟困扰，只要你拥有了榴莲 13S 手机，就再也不会碰到了。你只需要购买两部榴莲 13S 手机，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只需要把两台榴莲 13S 手机就这样一拼，一台电磁炉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无需外加电源，而且加热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水平。看，水开了，水真的开了。瞬间制造美味，一切就是这么神奇。你是不是身家过亿，又或者是美若天仙？在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被别人骚扰呢？面对骚扰你应该怎么办？请保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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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有一部榴莲 13S 手机，小王爷我爱你，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拒绝骚扰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可以是成为一个救人一命的大侠呢？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有两部榴莲 13S 手机，就可以救人一命成为大侠。小王爷，你救了我，你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爱你。这就是榴莲 13S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手机， Stay hungry, stay naive。 好，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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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实说到山寨货呢，除了山寨手机之外，还有山寨各种名牌，所以就导致了假货的一种泛滥。在假货泛滥成这样的时候，很多用真货的人就会感觉到困扰，对吧？我买个真的可能也会被人认为是假的，所以当他拥有一个名牌之后，他可能就会去反复强调自己这个是正品。比如说有一次建国去找赖宝说，宝哥你知道我这次为了找你，我这双正品的杰克琼斯都快跑掉了底儿了吗？哎呀，赖宝说没关系，那我用我这个正品的马克华菲帮你擦擦汗吧。说实在呢，其实我还认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叫做蛋蛋。蛋蛋这个人一直非常鄙视
假名牌以及穿假名牌的人，他有自己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他跟我说，你看啊，思琴，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然后他穿的衣服呢，上衣是阿玛尼的，裤子是范思哲的，鞋是纪梵希的，你相信他是真的吗？我觉得有道理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你要是买假货，也像我一样，对不对？你看得出来我这个高仿班尼路有什么不一样吗？啊？哎，你看我这双高仿的运动鞋，那跟真的一模一样啊。我一看361度，我说这个能看出来不一样啊？怎么能看出来不一样呢？我说人家361度是一个圈，你这个是摄氏度啊。其实说到山寨货呢，有些山寨货做的特别的过分，在正品货 logo 的地方做一个小手脚，比如说 LV 和 LU。然后还有一些品牌，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Prada， 然后你印成 Panda 是不是就很笨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笨的，我见过最笨的一个，它是一个仿 DNG。 我觉得你改成什么都行，你弄成 Dog 有人会买来穿在身上吗？其实说到这个假货呢，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有些人买假货完全是因为虚荣，心里想的是我买不起真的，我买个假的还不行吗？有些人买假货完全是图便宜，说有假的谁还买真的呢？对吧？正因为有这么大的需求，有这些人存在，现在很多专门卖假货的淘宝店已经开始打出了这样的标语：本店商品一律纯假，如真包换，真一罚十。你知道吧，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标语。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国情问题。其实衣服质量也差不多，穿在身上同样舒服。如果你不用别人的品牌，而是用自己的一个品牌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会更加愿意买你的商品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事与愿违，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看人家老外，你看老外，老外从来不买假名牌。很多人这个问题真的想得很傻，老外不是买假名牌，而是在他们家乡买不到假名牌。不信一会儿你跟着这个人出去看看，看他去不去七浦路，对吧？一样会去。北京的秀水街那些卖假名牌的地方里面全都是外国人，在那儿买，一看 LV 的包多少钱，500 OK， 立刻就买。他们不是不买，是因为买不到。甚至有些非常知名的老外，他们也不是能拿出钱来随便乱花的。比如说有一个著名歌手叫做 Adele 有一次在伦敦的一个爱马仕专卖店进去，看到了一个爱马仕的一个限量款的包，要10000镑。 Adele 当时一想，哎呀，挺贵呀，这咋整啊？哎呀，怎么办呢？回头跟经纪人商量，说我看上一个包，10000镑啊，挺贵，你咋整？你说我买吗？经纪人冲他一笑，别着急，下礼拜咱们不是去中国开演唱会吗？你明白了吗？哦，那这意思是咱们上中国开演唱会挣的钱就买起这包了呗？不是这个意思，你去中国开演唱会，你到中国买啊，还不明白吗？啊，但是恍然大悟啊，看着那个包说出了一句自己歌曲里面的歌词儿。摸着那个包 ，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除了实物的商品被山寨之外呢，还有很多盗版的这个音像产品也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以说话做节目为生的人呢，盗版音像产品对我权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好多时候我都不太在意了。你比如说，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上，有4个王自健相声合集。每个大概最贵的卖18，最便宜的卖6块钱，然后呢，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没有经过我的授权。每次我看见这4个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你知道郭德纲有40多个。经济上的损失我不太在乎了，但是有时候会损害我跟我爸之间的父子感情。你知道孩子一旦说成名了之后呢，无论如何呢，我不是经常在北京陪伴在父母身边了，父母会想我，怎么办呢？除了打开电视每周日晚22:45收看今晚80后脱口秀之外呢，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买跟我相关的
杂志啊、报纸啊以及音像产品，是吧？这个是每个明星的父母都会做的事情。我爸也这样，就是总出去买各种各样的盘啊。回家之后我看了我都傻眼，你知道吗？我说你能不能别买这些，这些都是盗版的。然后我爸就跟我急，说怎么着不让买，你回不来我还不能买点这个看看吗？你这说的特别心酸。但是有一次实在太过分了，我必须跟他争一争。我说爸，是这样，你出去买那些盘啊什么的，但是你能不能稍微挑着买？怎么挑着买？你的我都喜欢买。是是是，我的是都可以买。但是你看啊，这三套盘呢，一个叫悬崖，一个叫心术，还有一个呢叫蜗居。这个呢是张嘉译老师的作品，跟我完全的没关系，你知道吧？我爸倒是不太在乎，那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我说你出去，反正这儿子人跟你急，你知道吧？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现在在中国这个全民山寨的时代呢，什么山寨的都有。你们见过山寨的和尚吗？见过。山寨和尚和山寨的庙。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我心中是有神佛的，所以我基本上算是只要有时间逢庙必拜，因为我相信那个满天的神佛总会保佑我的。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庙，我说我进去拜一拜吧，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以后呢，我看里面的和尚穿着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僧袍也对，是僧袍，然后僧鞋也对，那个袜子也都对，可是好像是有头发，但是就很短那种，反正说不出来，也没有戒点香疤。然后我说我到他们大殿里去看一看吧，进了大殿发现供的那一尊是一个熊猫。我当时就发觉不对，我就把他们主持叫过来，我说和尚过来，你跟我说你这庙怎么回事，你供个熊猫，这是什么佛？那个和尚还挺慈眉善目的，说阿弥陀佛，施主啊，这个我们供的这个是斗战胜佛孙悟空。不是你当我瞎是吗？孙悟空是猴，那是熊猫。他说嗨，孙悟空什么不会变呀。他当时就疯了，然后我仔细看看这熊猫什么佛，还写着字儿。你给我过来，和尚，过来，这是你们供的斗战胜佛，这不是公园里那垃圾桶吗？从公园里偷一垃圾桶搁这儿了是吧？我举报你们，你信吗？哎呀，和尚当时脸都绿了。哎呀，这位施主，不，大哥，这样吧，你别闹了，我送你本经，你走吧，好不好？我说你送我本，送吧，先送。拿过来一看，《道德经》。我说这都是佛经吗？你就敢送啊？不，这样，施主，我再送你个护身符吧，好不好？拿过来一看，不出所料啊，十字架。反正看那十字架之后，我是落荒而逃啊，不敢跟这儿待着了。这个庙信息量太大了。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山寨抄袭的话题，其实我们节目里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板块，比如说下面这个板块叫做今晚80后播新闻，这不是山寨，这也不是抄袭，这只能叫做是借鉴。谁说一个脱口秀节目里就不能播新闻的呢？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好，欢迎收看今晚80后播新闻，我是主播王自健。由于我们这回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呢，这回跟我搭档主播的人我还没见过，也不知道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物体过来一起播这个新闻。哇，这咋样呀？窦导，钮承泽导演，快坐，导演，快坐，窦导，快坐。哇，我真的，哎，我超喜欢看你拍的戏啊。那个猛甲，哇，拍得真好啊！说实在，赵又廷简直就是被你直接捧红的嘛。下一部戏考虑一下我演的也不错，捧我一下好不好，豆导？谢谢，好吗？好，豆导。哎呀，这个今天我听这个经纪人讲啊，要来参加这个播报新闻的节目。当然，我终于见到您本尊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怎么太精彩了你的表演？是吗？尤其是在那个心术里头。您跟海清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我好想见到这位张嘉译先生。张嘉译先生长得有这么英俊吗？对不对？啊，
张嘉译先生是这样的，知道吧？我是有差别吗？王自健嘛，什么张嘉译？开玩笑。对，那我是屈中恒，我也不是钮承泽，好吧？屈中恒。啊，屈中恒啊！哎呀，我还屈哥。哎，不敢不敢。我觉得屈哥今天来我们节目非常的荣幸。为什么会请到屈哥来给我们一起播报新闻呢？我个人揣度一下哈，大概是因为发不到什么像样的明星了，就发不到更好的明星了。哎呀，这是客气。因为屈哥已经很顶级了嘛，对吧？不敢不敢不敢，很顶级的明星了。对对对，还没看到。是，说实在的，屈哥这回来上海，这个除了来播报新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给我们带来一部非常好看的台湾戏剧，是叫做《宝岛一吞》。宝岛一吞呢、啊，在上海这个字念吞是吧？那在台湾念什么？村。哦。宝岛一村。宝岛一村。非常好看的一部关于什么眷村文化的戏。是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屈哥是一个很低调、很谦虚的人，因为他是拿过一个台湾电视界的最高荣誉的。是。他是这个拿过这个金东奖。不是。金色的一个小冬瓜，金冬奖啊！这个字在上海是念冬，冬瓜吗？不是，什么冬瓜呀？这是个什么？不是冬瓜，哦，它是一个钟，多难听啊！是是是，今天在这里特别想问的是啊，拿起那个金钟的那一刻，你的心里有没有想过组委会公平吗？我。不是你，我觉得你问的这些问题是有点奇怪的。那些公平就公平嘛，不公平就不公平，你就讲好了。那当然公平了，对不对？对呀、虽然有点意外，但是公平。公平、是吧？所以说拿到金钟的这一刻，就认为自己当初花的那些钱是没有白费的。干嘛要花钱啊？对不起啊，我说错了，因为我见到屈哥很紧张，说错话，就是。当初在表演上花的那些心思，哎，所换来的前途是没有白费的。其实挺意外的，嗯，说实在的啊，是是是，因为毕竟第一次入围就得奖。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不是不是，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也要问你问题啊，对吧？你要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啊。你干嘛？你干嘛那么兴奋呢、啊？我终于被国光帮帮忙主持人访问了，耶、爽，没事没事。当然，如果孙鹏就更好了。第一个问题、嗯，你跟郭德纲先生哪一个人相声说得好？哪一个说得好？你是问台湾的那位朱德纲先生吗？不是，郭德纲先生。郭哦，你台湾那个字念郭是吧？是这样，今天也是要在这里做一个表态啊。我认为只要是说大家喜闻乐见的，嗯，然后自己创作的相声，或者说花钱买过版权的段子的相声呢，就是好。嗯。第二个问题，嗯，听说，嗯，您去年春晚没有上成，非常的难过。说话呀，这样想是不正确的。哦，大年三十怎么可能为了名和利去演出而不陪自己的父母呢？啊，我认为上春晚是一个非常不孝的行为。所以我就没有去嘛。啊，哎，所以所有上春晚的那些演艺人员全部都是不孝的。好，这句保留，我之前那些剪掉就好了。哎，不是、啊、是他说的刚才。谢谢大家。说到抄袭跟山寨，有的时候就不能不说，我们生活中总能买到各种各样的假货。比如说前阵子我买了一个高清的这个纯屏等离子电视，拿回家里挂着。有一天我的好朋友蛋蛋到我家去，这一进门的，听说你买电视了，我能看看吗？我说你看吧看吧，打开电视看，你这个是什么比例的呀？
我说这是16:9的呀，我怎么看着是2.35:1呢？这没办法，他眼睛就那样嘛。我说你16:9给你也没用，知道吧？你就看吧，在那看。哎呀，自健，你这电视是不是买假了？我说不可能吧，就你这眼神也能看出真假来？你看这个电视啊，屏幕怎么那么模糊啊？我一听他这，我心里还真的是有点嘀咕。像我们买回东西去就这样啊，你自己看着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旦有人说有问题，你就特别当回事儿。所以我就趴在电视前面看，我说挺清楚，没不清楚啊，真的电视不会有假。那是不是你这个碟机是假的呀？怎么放出来的东西这么不清楚啊？我看我碟机也是真的。哎呀，那是不是我这个隐形眼镜买假了呀？这是买大件，还有一些人呢，就像买假名牌，比如说衣服。建国呢，在这上面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总买真的阿玛尼，但是呢，没有人认为他穿的阿玛尼是真的。然后他就特别生气，有些人问我说：“自健，你看我买这个分明是真的，你那个明明是假的，为什么别人都说我这是假的，你那是真的呢？”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怎么告诉你这事儿挺复杂，我从最基础告诉你吧。首先来讲，你穿真的阿玛尼西服的话呢，不能穿短裤。啊，是吗？为什么这样多凉快呀？反正你先穿上西裤，他就又去买条西裤穿上，皮鞋袜子都弄好了。还有人说他是假的，说你看王自健，你骗了我了，你把我蒙了。你看真的阿玛尼的西服，真的阿玛尼裤子、袜子、皮鞋都是真的，为什么人还说我的衣服是假的呢？我说建国，不光是外在，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很重要。比如说，你不能穿着一身阿玛尼的，然后蹲在路边吃烤串，这样肯定不行。啊，那穿上这身衣服应该怎么办？你干点有腔调的事儿嘛。你比如说我是蹲在路边抽雪茄嘛。说了那么多。还是要转回头来说说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任何一个节目只要火了就会被山寨，就会出现无数档跟你差不多的节目在同时间段播出，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电视荧幕，是吧？啊，也不能把话说的那么绝对，当然有一款节目至今还没被人抄袭，没被山寨，是吧？它的收视率非常之高，这个节目叫做新闻联播。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抄袭跟偷是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剽窃，把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拿到你那儿去了，而且让这个东西为你换来了吃和喝。有些明星也好啊，名人也好，去抄袭，之所以他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有一帮非常恶劣的粉丝，这些人呢叫做脑残粉。什么叫做脑残粉呢？就是你的偶像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他不可能出错，是吧？一旦他的偶像抄袭了别人，别人指责他的时候，他就会利用这些脑残粉去攻击别人，那些脑残粉也很乐得的去帮助他攻击别人。这些人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儿干，他每天在干点什么呢？你说有老太太在马路上摔倒了没人扶的时候你不帮，有女孩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被人猥亵的时候你不帮，你偏偏要去帮一个小偷去害人，是吧？这个社会是要有公理，是需要有正义的。今天发了这么多的牢骚，为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恨铁不成钢。很多人都在感慨，说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一个像苹果那样的企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中国自己的苹果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回家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苹果？如果让我说的话，我仅代表个人观点，我认为有一天我们中国不再去生产跟苹果一模一样的手机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有自己的苹果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情人节跟圣诞节我都忍了，光棍节是干嘛的？光棍的钱都骗，比如我这好朋友赖宝，光棍节这天他就买了好多光棍节的这个节日用品，过了几天吧，我们是在医院找到他的，浑身粉碎性骨折在那儿吊着。今晚80后脱口秀由黄轩贵族红冠名播出。新选之作，黄轩贵族红 Imperial Gold。 今晚80后脱口秀由黄轩贵族红冠名播出。
新选之作源自波尔多，感谢黄轩贵族红葡萄酒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好，这就是今晚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谢谢大家。情人节跟圣诞节我都忍了。